循环菌，然后到换产迷津，然后到这个，这是三个像一个系列的东西，都跟欲望跟很多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三部曲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可以代表我自己的一个在这段时期里面的我对这些东西的一个状态，一个如实的一个反应，和我在艺术上我想找的一种方向和所要追求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想带给观众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三部作品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比较有意思吧，而且我觉得比较大胆，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也是我没有尝试过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